嗨，欢迎来到唐阳鸡酒屋，我是唐启阳。今天跟我对谈的不是卡罗，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请不要以为我的好朋友是简单的人物，他如果很简单我才不会找他来嘞，我就找他去吃饭就好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他很强。怎样强呢？我已经想很久了，到底要怎么样让他来上我的节目。那现在机缘终于到了，他就是全球少数品水师之一的 Jessica。Jessica 你好，陈君杰老师好。我每次都叫你 Jessica， 然后常常忘记你的本名叫陈君杰。而且你的名字就有一个三点水这个杰的字。 对，我长大才发现说，哎呦，这我妈妈名字取得真好。真的、你就是，而且你是来来来，真正有拿到德国杜门斯学院认证的品水师。各位，杜门斯学院只有160人左右拿到这个证书的人，全球，不是台湾，是全球160人拿到，而 Jessica 你是其中之一。对，不得了，就出现在我们台湾。台湾只有你一个还是？台湾有三个。有三个？三个是从德国取回来证照。哦，你是其中之一。我是其中之一。我那时候听到品水师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哇，有这种东西，我真的有品酒师啦，对，然后有美食家啦，那个很容易啊，那个味道很强烈。我同意水有好喝跟不好喝，对，有时候身体很有直接的感觉就出来了，比如说好喝的水就很能喝下去。因为我来啊，我要跟大家说，你一看我体型就知道我不爱喝水，所以那个代谢就不是很好。我所谓的不爱喝水是我真的遇过有几种水可能我喝错了还怎样，就是会堵住喉咙、喝不下去，或喝了会不舒服，会想吐。对对对。那我一直以为我大概就是不适合喝水的那一种，所以我比较喜欢喝汤、喝咖啡，或水里面一定要有味道，比如加个柠檬啊， 加一点什么有一点味道，我就比较能喝下去。所以我一直以为水跟我有仇。没有啦，其实应该只是你没有找到你觉得身体适合或喜欢的水。所以常常人家问我说，欸，老师我要什么样水好喝，我说先你从你喜欢的开始，先找到一个你觉得你可以适应，每天你觉得口味会我还要试到喜欢啊，我就已经不太喝了还要试到喜欢。没有，就当作是就是升天生活 的那个乐趣，然后喝喝看，欸，其实也许你有。所以市面上的那些大家到超商去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瓶装水。对，那他们都是味道不一样的，在你看来。也不一定，因为台湾的水质比较相近，因为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不像欧洲是那种是大陆型的地形。所以大部分的水其实都算是比较偏甘甜的。我们台湾的水来说 OK， 对， 本身是蛮有味道的，其实是蛮好的。台湾的水是水质算是蛮好，很容易入口，很容易入口。所以已经是好喝了我还这么挑剔。所以后来因为 Jessica 是我朋友嘛，所以他第一他就送了我很多水。而且他送我的是很名贵的水，有气泡的跟 没有气泡的。对，然后我就也问他，我说，我知道你是贵妇，所以你可以喝这么贵的水，那有没有那种一般人也能喝的水？难道超商架上摆的那些水都就不好吗？他说没有啊，里面有很棒的水啊，就介绍了几个牌子给我。我跟你讲，后来我就只喝那几个牌子，真的好喝。哇，太好了。我后来就听你的，所以你真的也有找到你喜欢的。但我还是没有常常喝，就是没有关系，总是有进步啊。对，我必须吃药的时候，我就会拿那些水来吃药。很重要，一定要配水哦。对，因为有人吃药不配水，有人就是拿茶呀，或是饮料啊，就配下去。但是里面像比如说我常常叮咛人家，就是如果茶里面或是咖啡有咖啡因的，它可能会对你的药性造成干扰，它可能会加速啊。有些药是它需要在一定的时间慢慢分解，或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好就是吃药，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配水，一定要配水。对对对，然后配属于你的，你喝得很习惯而且喜欢的水最好。对对对。有没有人喜欢但是在你看来不是好的水？
我觉得也不是说没有好的，就是不是好的水，应该是说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就像有人喜欢喝咸的，有人喜欢吃咸的，有人喜欢吃辣的，嗯，但是不代表说哎、欸、这个口味不好，因为他的家乡的口味可能土地，嗯，产的就是高矿物质的水。比如说我们碰到朋友他是外国人，然后我们就在台湾我喝不习惯那个水，因为觉得口味很重。Okay. 可是他觉得哇，我喝我最喜欢喝这个，因为这是他的家里的味道。嗯、哦，对。但是那个矿物质是什么味道？矿物质哦，矿物质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喝水会有酸甜苦咸这几个味道。OK， 所以你有可能会喝到比较偏酸的，也有可能喝到就是像我们在台湾一般喝到很清甜的。对，也有可能喝到哎带、欸、点苦涩味，然后跟咸的咸的，嗯。这 我比较想要 甜的，我觉得台湾的很棒很棒。对 对, 對，但欧洲比较容易喝到咸苦甜，咸苦各种矿物质的味道、嗯，也可能有时候有一点铁锈的味道啊，或是什么都有。阿妹哦，很奇特。阿妹，好哦。那个 Jessica 已经是品水师了，各位好奇这个职业吗？比如说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啊，现在成为品水师赚多少呢？职涯怎么发展呢？好奇不好奇？我们今天我终于可以大大方方的问他了。来来来，成为品水师要付出什么代价？去德国受训，这学费应该蛮惊人的吧？不便宜，不便宜啦，不便宜，对，算是一个蛮贵的课程，而且还没有包含就是旅费，就是旅费，费，对对对 对, 对、嗯。你受训了多久？大概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德国受训三个礼拜、嗯嗯，在德国。那那个求学过程呢？那个学习过程呢？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啊，嗯、我很小就出国了，读书大概国中。对，就是、国中就去学水吗？没有啦，求学一般求学过程就是国中、高中都在国外嘛，然后后来回来台湾，是到了后来很大了，前几年吧，五六年前才去学品水，而且是唐老师推了我一把。嗯，对，所以唐老师是我的贵人。别这么说，因为 Jessica 是一个有企图心的人，那不满足于原先的生活，因为。本来也是因为生了三个小 baby 嘛，对，嗯，然后职涯就中断了，对，要照顾小孩，对，对，然后后来就在犹豫，我需要拼一下吗？我就说你当然可以啊，那个运也到了，所以我就推了他一把，他就去当一个品水师。对，那个贵是多贵啊？让我们想学的人也知道一下，差不多要二十万。哦，二十万，对， okay. 十几二十，我有点忘了，因为那时候是有汇率不一样，在 COVID 前，所以就可能价格跟现在有差。Okay. 了解了解，对对对。那需要什么天分吗？比如说你要有很特别的舌头，还是你要、有什么特殊的能力？我当初去的时候是觉得说，我想给我自己的味蕾再一个挑战，因为我觉得哎、欸，可能品酒或是一般的就是食物已经不是挑战了，没有办法满足。我就想说，哎、欸，我自己觉得我的味蕾也蛮敏锐的，然后又很在意水这件事情，所以就想说，好，那我去给自己一个挑战试试看。但我去了，发现我的同学有的真的是味蕾没有很敏锐耶，但是他们也是就是有申请上去。那但是他我才发现味蕾这个东西是可以训练的啊，对，是可以训练。那你的味蕾不是训练来的吗？我可能从小训练。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的味蕾很不错。 Jessica 常常请我吃饭，我们一起吃饭了，他挑的餐厅我只能这么说，我找不到更好的。不好意思，这样不好意思。而且他挑的餐厅只有他订得到，那老师赶快来约吧、欸、我就生气了。因为好像透过了他，然后认识了那个主厨，但是即使已经四五次吧，算有一点小交情了，跟他定位他还是一副很为难的样子，然后看着 Jessica。 就是意思就是我还是要透过 Jessica。 那你就知道了，Jessica 的味蕾是很挑的，她真的挑到了一个好难约的师傅啊！我只能这么说。对，现在台湾的、那個，而且我也认证，真的好吃。对，台湾的餐饮水准其实真的很不错，很提升。对对对。所以你挑战到后来，开始挑战到水去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在这边哇是另外一个天地。我也上这堂课，给我好多冲击。对，就觉得哇，水原来这么重要。在那之前，你没有还没有深入到专业，你不知道水有这么多层次。对，而且它品水，我们不只是喝，然后感觉它的味蕾
而已，我们还要学说他在身体里面是怎么运作，他在日常生活上面有什么帮助。嗯，对对对，不就是帮我们代谢吗？补充水分。对，但是我回来就发现说，哇，我们人体里面有 70% 都是水，可是我们平常都可能想说我穿衣服要穿什么有机的啊，家里的用的产品也要环保的，可是我都没有想到说我生理里面最重要的水分我到底每天给他什么。嗯，对，你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我每天就觉得哇，我以前都在喝什么东西，乱喝。对，所以我回来就特别注重喝水这件事情。那你对一般那个滤水器的研究有多少？嗯，我们一般人现在家里都会装滤水器。对对对，嗯，我回来最常人家问我就是，老师，我家里要用什么净水器？然后我才发现说，哎，净水器在台湾是很普遍的，因为国外大家都习惯就是买矿泉水喝嘛。嗯，所以我们在国外上课也只有针对矿泉水，嗯，所以我回来为了研究净水器，我就去把净水器喝了一遍，哦，然后我就发现，哦，净水器真的分好多种类，然后他们有除了不同功能，它有不同的口味，还真的有口味。 对，哦，对对，他们会调整。而且啊，我家净水器大概每半年吧要换一次滤芯。对，它刚装的时候那个时候水真的好喝，我都喝得出来。哦，对啊，然后可是真的过了半年之后它就平平无奇。对，所以它有不断有时间，就是老师味蕾很敏锐啊，你哥有品水的潜能。欸，嗯，我还是品炸鸡哈。我觉得水太那么细腻， 我只能分得出来有味道没味道，甜或者是不甜。对，我觉得我顶多到这里可以。可是进了你们品水师的世界，哇，那真的是。那我问你啊，你品水的时候你有什么禁忌吗？哦，如果喝水，你知道有的人喝酒还要先漱个口嘛，对不对？对。那，啊，你们呢？我一般来说就是说我们前一天就是要，如果说第二天要品水的话，我们前一天就会不吃一些这种口味的东西。前一天不吃，那如果你天天都要品水，你不就天天都不能吃？哎，对啊。然后所以后来我还发现说还不是重口味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对味精很敏感。OK， 所以我发现我不能前一天不能吃不熟悉的餐厅跟不熟悉的食物。哦，因为我是吃到地雷了，然后就觉得，嗯，啊，那个味蕾受影响，就会很怕第二天的工作受影响。嗯，然后早上起来我通常如果要品水，我就会安排在早上，就是哎，就吃的很简单，可能就会吐司啊，或者说尽量不要干扰我的嘴巴。但是我觉得很好玩，之后回来发现说哇，欸，我以前牙膏超凉的，可是那个凉凉都永远都不散去，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要去品水有点困扰。OK， 牙膏都不合味，整天口气清新。对，就竟然对我有困扰。对，嗯嗯，对。哦，那你后来牙膏要挑无味的吗？欸，我发现抗敏感牙膏很多就没有那么重。OK OK， 哇塞，那你到餐厅啊，他们不是都会倒水给你喝吗？哦，有时候不会直接问你要矿泉水吗？你如果说是，對，他就倒了。你可以不看标签就知道是哪一家的吗？我们要结束就是课程结业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是你要就是老师给你可能三杯水或六杯水，那你要写出来里面的成分有什么？你喝你就要写成分，写对了才准备。不是写厂牌，是写成分。不是不是，对对对。然后厂牌也要，厂牌可能说哪一些你就要，就是另外一个考试。什么成分？考铁，对，铁、钠、钾、镁，可能就是比例大概多少，它的矿物质比例落在多少，这些你都要。所以我大概后来。你现在开一瓶水，我来喝喝看。我看了水，我就知道说，我们只好开你送我的。好好好 ，Jessica 自己，他因为作为品水师，他就去组了一个盒子，这是他自己组的，是属于他的，他要送给他的朋友们。今天他也带了一盒送给我，这里面应该放的就是你觉得好喝的水吧？对，我觉得说这几个水就是蛮经典的，就是有一些很特殊的矿物质，然后还有口味。哦，那你透过瓶，就是喝这五支水。你就可以马上了解水真的是有不同的味道，然后矿物质不同的成分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我最认识这个，这个是你最常送我的。这个有有那个气泡的跟没气泡的。对，然后它叫什么来着？欧黑撒，然后它是市面上最难买到的，连在法国都一般的超市都买不到，只能在米其林餐厅喝到。嗯哼，对，很稀有。你每一次都送我这个。
因为最贵的想要鼓励你多喝。欸，我们今天没有置入，今天完全就是我会逼问他，就是大家到超商可以买到的又是什么。然后我也认识这个斐济啊，斐济水也是很有名的，對對對，超商也买得到。对，那这个呢，这个是 San Pellegrino， 我们最常在餐厅就会看到这两支。对对对，就是这两支 Aqua Panna 跟 San Pellegrino 都是意大利的水。哦，对，然后他们都是气泡的吗？嗯，一支是，这是没气泡，那这支是有气泡。也想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哎，你平常在餐厅为什么会碰到他们，然后他们其实真的是还蛮好的搭餐 的一个矿泉水组合。为什么？因为这支水很特别，它就是喝起来，有一次我去帮他们的那个公司上班 Aqua Panna， 然后他就问了，他特别在哪里，他特别在他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他们就问我说，老师，可是他没有味道我要怎么推销？我说其实我来喝这个没有味道的。你被你这么一讲我就好奇了。对，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组合的第一支，就是它其实是一支基准水，你喝到什么东西喝完了以后，就是我们用餐要搭配水，其实最重要是让我们的味蕾可以回到原点，然后跟老师一起喝。好，那它是一支 你会闻一闻吗？对，哦，那我们今天来顺便上个小小，对，你上个课，上个课，嗯，我们品水有三个简单的步骤，其实跟品酒很像，然后我们要先看一下杯中，对，那看杯中，大家就会说，哎，欸，那看来看去，这都透明的啊，看什么？对，但是有一些水是会有颜色的，然后也会有沉淀物的。Oh. 那我们要去分辨说，哎，欸，它这个沉淀物是不是因为它放太久会造成它的不安全，或是不能喝？那如果大部分的水看起来是透明无色，然后没有杂质，那就表示它安全。然后再来，我们会闻一闻啊，看这水有没有气味。对，目前。因为有些水我一直闻到饼干的味道，等一下可以转换一下味道。哎呀，我知道了，你不能卤肉饭什么都不可以放在旁边，会影响我们看它闻它。好，那再来，然后再来，我们就小口的喝。对，欸，我有一点知道你说的没味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也不太会回甘，然后它也不会苦，也不会涩，然后也不会太甜。因为其实台湾人很喜欢喝，比较甘甜的水，然后大家说啊，我家这个水很回甘很好喝，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的饮水习惯，因为我们以前大家都会习惯把水过滤到最干净再来喝嘛，那干净的水就是矿物质越低它就会有一点回甘，所以这是台湾人的习惯问题。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去一个高级的餐厅，然后我点的一个搭餐的饮品，但它是都一直这么甜，它其实是会破坏一些细致的餐的一些味觉。对，就是如果说讲到品水的话，青蛙这种假丑霸哎，实在听阿伯就怕呢。喝到不一样的水，会破坏了我们对那个食物的感觉。对，因为像尤其是在法国，他们那些法餐的 sauce 很细致，是是是是，所以它可能一点点海鲜，你的水太酸或太甜，马上就会改变它那个海鲜的口味。对，这个已经是到了生活有追求的人。所以我们品水师其实，在欧洲是很常见的，因为在米其林的餐厅，它是一个就是跟品酒师一样重要的职位。哇，wow， 真的耶，欸，我觉得这个没有味道的水我很顺的喝下去了，我没有噎住，你知道有的水真的会把我噎住，就会觉得，哦，吞不下去，对，或者是吞下去的时候好像一个气也被我吞下去了，然后待会就要打嗝了这样。所以我不爱喝水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对水有恐惧，是真的，可能有一些矿物质比较重，然后味道比较重，那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它残留很多余味在喉咙。那这那一瓶没有味道的，它就是没有气的啊。这一瓶有气，有气的是我们也是常在餐厅会看到，它也是意大利的。然后它的特色是好喝，它的特色是它的矿物质很多，然后它的气泡就是有一个刺激感。喝起来像调味水吗？它不会像调味水，它就是会。这瓶叫什么？来给只听的人说。San Pellegrino， 哦，圣佩里诺。OK， 对，它是一支矿物质含量很丰富的，其实也是很健康的一支矿泉水。我把它倒过来。只是说它像它矿物质丰富啊，来，然后口感又有一点酸，因为有气泡的关系。对，看到气泡了哈。哇哦！哇，老师今天对啊，我会喝很多水哦。好，
气泡，对，我们看一下，因为像我们观赏气泡水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它的颗粒的大小啊，上升的速度啊，这个都颗粒蛮大的，对，所以它你就可以期待说它等一下到嘴巴是会有刺激感比较强哦，颗粒大，对，然后它没有消失的很快，嗯，代表什么？刺激性强哦，对，好的，那我们来尝一尝。你说它比较有咸味是不是？没有没有，它会有点带水微酸哦，微酸，对，然后有点涩味，嗯嗯嗯。欸、我知道你说的涩味是什么了，对，它在最后会有一点点的涩，那所以其实有时候对于吃那个有一点油脂性的东西啊，我们会选气泡水，因为它比较可以把你的味蕾，对，就是、欸、嘴巴变得很干净，对，然后就吃下一道菜的时候你就会准备好，嗯嗯嗯嗯嗯，欸、很有趣很有趣，但是它也是水，它也是水， 它已经蛮像饮料了。哦、真的吗？对，它跟我们印象中的水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印象中的水就是不带任何东西。对，虽然在你的世界里它带了很多东西，所以它是有口味的，对，欸、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口味，水有口味，对不对？嗯，老师你真的好棒哎！我说你的接受度其实很高啊。我现在把它当饮料喝，很好啊，就是、嗯、它其实是最天然的饮料。嗯嗯嗯嗯，哇，好棒、哦，你好棒。因为它就是水，它里面就算有矿物质什么，但它也不是添加物，它都会对你的健康更好。然后这些都是什么？他们山泉意大利的山泉水吗？还是哦，像这个是泉水，但是它的气是另外打气的，嗯哼，它是矿泉水、嗯，它不是山泉水哦。山泉水跟矿泉水的差别是在它就是流经那个岩石的那个年份跟程度，嗯、它加带的矿物质就营养成分，矿泉水会比较高，而且它这个气跟汽水的气也不一样，对，对不对？对，各位也应该喝过气泡水吧？就是，汽水的气更强烈刺激一点，对对对。那它，我觉得水气泡水的刺激是比较刚好的，因为像这支水，它就是很适合搭餐、嗯，所以那时候他们有时候会为了搭配来调配它的气泡的强度、嗯。难怪他们两支经常会出现在餐厅，而且这支啊，它是梅蒂奇家族，意、嗯、大利以前梅蒂奇家族，嗯，他们用的矿泉水、哦、就是那个源头。哦，它是因为这样有名的。它有名是它真的好喝，纯净。那在你们瓶，然后历史悠久，然后瓶水世界也对它有很高的评价、嗯。对对对对，因为它像我说的，它味道其实很淡，连品酒世界都对它的评价很高，因为它不会影响酒的口味。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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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品酒的人之前漱口啊，最好要用它来评。我其实很推荐。OK， 对，好好好。那斐济我常喝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也都买得到嘛，对不对？对对对，我们就是也不贵，超商也买得到，它算是价格稍高啦。但是斐济水、哦、对，斐济水比一般的我们超商看到台制的，其实这几支都是国外的矿泉水、嗯、那为什么会特别选用国外的矿泉水，是因为国外的矿泉水它夹带的天然矿物质真的就是比较高、okay. 台湾的矿物质就是因为我们是海岛型，所以它就是地理的问题，所以就是比较低、嗯、但是我们台湾也有好水，嗯嗯，好，待会就来跟大家推荐几个台湾好水。好啊、那这个呢，这个是哪一国的？这个是法国的哦，然后它就是特殊在在台湾买得到吗？可以可以，这个有时候有些超商跟百货公司也买得到哦。这叫什么？比较少，要找一下。矿萃，矿萃，对，然后它是粉红色包装，它后面写超硬水、嗯、哦，这是日本就会定义说它是超硬水、哦、意思就是矿物质很多，对，钙镁含量特别高。那可以强化哪里？它骨骼呀，钙质、啊、对呀、啊哦、然后镁的话其实它会帮助神经修复，有时候多摄取一些含镁的矿泉水，它晚上要是睡眠也可以帮助，就是神经传导还有睡眠修复。好，那我来喝哦。好哦，然后这一瓶矿泉水它的钙质含量、啊、像这样500ml、嗯、它有 250cc 的牛奶，等于你喝一公升两瓶，它就是一罐500的牛奶那么多的钙，对，所以有一些乳糖不耐症的、啊哦、那他们又想要补充钙质，或是孕妇、哦、特别好，小朋友，對，哇， 买得到吧？台湾买得到，都买得到。OK OK， 你现在送我们的，你现在送我的这 一箱一盒，这五支台湾都买得到哈？对，都买得到。好好好，它的钙质这么高，好厉害！那喝起来什么味道？喝
喝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它比较浓稠，然后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它会有它的涩味会比较强、嗯、那你可能会尾韵会喝到一点点的甜味。好，我来喝喝看。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它很稠，虽然它是水我就觉得它稠起来了、哦、它真的老师它看的时候也会看得出来它的比较重，对、嗯、晃动度会比较。它的确跟那个完全没味道的不一样，对，它就是有，我知道它有个什么东西在里面，有很多东西。老师我也是建议你喝一下这支，好，这样你可以稍微做个比较。哎呦，嗯，你等一下就会知道说、哦、这个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的口感喝起来是丝滑的口感，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浓烈的口感跟 稠重的口感跟丝滑的口感它就是不一样。 OK， 那是因为他们带的矿物质不一样，所以就会让它的口感产生变化。这个所谓的矿物质很很多钙很多的这个，对对对，钙啊镁啊很多，这个它不会是我很喜欢喝的水，对，但它很健康，因为它很厚重，所以你会觉得喝完水以后你嘴巴都还有残留很多余味。 嗯， 嗯，对，我需要吃个饼干可以吗？可以吗？会影响我品水吗？不会不会不会，今天准备饼干都很不会影响品水。哦、好，那我吃饼干好了、嗯、但是真的像矿物质丰富矿泉水是对身体真的很健康啦，因为它是矿物质含量很高，然后所以它在你的身体里面它会帮助你的身体运作、嗯、所以其实我喝这个东西觉得很奇妙，就会一直想要去上洗手间，就速度会比其他的还快。它那样，嗯，你可以试试看。那但是大家就会常常跟我反映说这喝下去有点难入口，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又需要吸收它里面的矿物质嘛？嗯，套嘴哦，就稍微加在别的里面，但是我一样吸收到我需要的矿物质啊、嗯，跟我想要帮助新陈代谢啊，或、嗯、者不要喝那么浓郁、嗯，尤其是你需要、吸收钙，然后你又有乳糖不耐症的话、嗯，对，然后你又可以增加你的身体的喝水量跟新陈代谢。它真的比较浓稠哎、欸。对、欸、很有趣很有趣，对，但它是水哦，不要把它想成汤，也不要把它想成狗狗，没有，不是那个，对，那你就是仔细看它可能有时候还会有一点小小的结晶在瓶子上、嗯、这都是正常，这都是它的矿物质成分。嗯，对，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一个小小的结晶的感觉，看得出来吗？我不想到，因为我刚刚拿到，如果你是看那个 YouTube 影片的话，你会看到我凑近给你们看看。好，我来喝，你说它是怎样清爽的斐济水？它除了清爽以外，我每次第一次喝的时候都会觉得、哦、它有个气泡感在嘴巴里，那而且它滑过口腔以后你会觉得哇，好像是一个丝滑的口感。它在我的心目中蛮像那个刚刚那个没味道的，对，它比较舒服，是好入口的水，对对对对 对， 對，因为他们我去 SPA 中心按摩以后他们都会给我这个水、啊、因为它的那个矿物质含量其实也是不是很高，是不就是不是太高、嗯、但是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成分、嗯、就是它是含硒含量很高的矿泉水，那硒含量这个很重要，是对我们女生的头发、指甲、皮肤的修复有帮助、哦、所以你在 SPA 中心做完喝这个水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嗯、所以他们是专业的耶。那我们就来问品水师一些都市传说、哦、好，台湾的水跟日本的水是一样的，是可以开水龙头生饮的，有吗？有，真的啊、哦、真的，台湾的水是干净的、哦、台湾的水从自来水厂出来的那一刻都是我觉得把关是干净的，而且是可饮用的。嗯，对，然后自来水厂这么厉害，你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台北好水、嗯、然后它是在我们譬如说球场公园它都会设集饮站、嗯、然后那个水龙头打开是可以生饮的、嗯、然后上面有个 QR code 你只要扫它是24小时跟那个自来水处是有连结的，你随时这个水出来有没有问题你都看得到。嗯，只是说我们一般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在家里就是生饮这个自来水，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管线的问题。嗯，对，
然后可能有的地区啦，因为台北的自来水可能好一点，但是有的地区它可能氯要用的比较重哦，所以有的管线会自己加氯哦，不是不是，就是自来水厂哦，对对对，所以就是生饮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嗯，对，因为你不知道它中间经过了哪里，对，但是如果说像那个我说的台北好水，它的管线是全部都已经更新过的，嗯，那我们在公园看到台北好水的牌子是可以直接生饮的，就生饮生饮的，嗯，对，哦，品水师说可以喝，我就安心了呢，真的真的，那还有。哦，再来这一题，大家想问的就是品水师的待遇很高吗？听说年薪可以到300万，是这样子吗？在国外的话，我们在米其林餐厅工作是真的有同学是薪水是很高的，哇，对，然后也有跟品酒师一样的一样一样的并驾齐驱，对。为什么会需要品水师？如果假设你已经说这个牌子很好喝，然后以后给他这个牌子就好啦。哦，品水师在现场能做什么？哦，因为这样子是如果说譬如说米其林餐厅，他每一季他会换菜单哦，所以会根据他的菜单，然后去选择最适合这个菜单的水。那也有我们在米其林餐厅有看到他会推一车的那个水出来，先让你选嘛。对不对？然后那让你选的话，你可能就先会选你习惯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品水师这么重要？因为水可以改变那个酒的口感。所以今天像是我请客，然后点了一支酒，可能很贵，可是我的客人有的喜欢喝比较 dry 的，有的人不喜欢。但是我可以透过我点一支水去改变你的味蕾，就像你吃西瓜加盐类似这样的概念，让你这支酒的价值还是可以存在，你不需要哦，客人不喜欢我就开另外一瓶酒。这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对对对，所以它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帮助。哇，哦，好精彩哦！所以你有在哪一个餐厅了吗？我没有哎，欸，对，啊，对对对，因为在你现在是各大餐厅的客户，那你会不会到那边，老板知道你的身份就说啊？好，那你帮我配水哦。不过他们都会问我说：“哎，欸，我现在那个要用什么东西？到底用什么水煮米比较好？我到底现在要炸虾要用什么水？”这样，嗯，对，嗯，就会来问这些很有趣的小问题。嗯，对，我懂，我懂，就是非常讲究的餐厅，嗯，高级餐厅，他们就会想要，真的是厨师会想要探知这个事情。是，但是台湾就是矿泉水的种类，毕竟没有比国外多了，嗯，所以你要就是真的做个很棒的水的组合，其实有一点难。对对对对，如果是欧洲啦，嗯，美国啦，他们可能水的种类也多，品水师就有很多事可以做了。但是我现在去一般的好一点的餐厅，他们其实都很注重喝水，对，所以也会选择很好的水。我去了大部分看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都很棒。哇，所以一般来说品水师的出路，如果是在欧洲啦，啊，那种大陆的地方，欸，他就是可能在餐厅里上班了。对对对。那在台湾呢？那你呢？我就很希望推广大家就是能好好的开课喝。对，你可能会开课。我可能会开课，因为 我希望之后我要推一个就是是比较像生活品水的，告诉大家说到底为什么要讲究喝水，怎么样品水，嗯，那透过喝水让你的身体更健康啊，或者说让你吃饭的时候品味可以就是更拉伸啊，嗯，对，这样子。嗯嗯， Jessica 还有出书最高喝水法，好可爱哦，谢谢老师。最高喝水法，我的推荐人就是唐老师。嗯，因为我是觉得哈，这太了不起，真的太厉害了。那最高喝水法里面就是会告诉我们喝水有很多的，比如有怎样喝才正确，对，人一天要喝多少。各位很显然的知道我没有照做哈。开始总是我们都鼓励大家先开始，嗯，然后运动要怎么喝啊？然后老人小孩要怎么喝啊？其实 喝水跟小朋友成长长高，妈妈很关心的事情也很有关系。嗯，对。欸，喝太少喝太多都不行，喝太多还会水中毒。对对对对。什么是水中毒？水中毒就是像很多大量运动的人，他可能已经流很多汗，然后他身体的电解质会不平衡，嗯，那他同时又摄取大量的水分去稀释掉他身体的盐，
所以他就会就身体太多水，电解质不平衡，就容易水中毒，就会昏倒休克。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抽筋，大家都说喝水才能够减对代谢好吗？是。然后每一个人，比如说一天至少要喝1500吗？还1200？我们每个人就是用你的体重乘以30ml，就是大概是你每天需要就是喝的水的这基本的透明的这种无糖的水分啊，那无糖，对对对，也不是那个什么茶，茶饮不行，不算，都不算。对 对，当然是说你从茶饮，你从牛奶啊这些饮料，你都可以摄取到水分，食物糖也可以，但是你同时会摄取到多余的脂肪啊，嗯，然后多余的糖分啊，嗯，多余的咖啡因啊，嗯嗯、对。我常常就跟人家说，你今天是一台跑车，人家跟你说你加98最好，那你就会说，那我可不可以喝加95？可能不太可能。哦，对，你要给你自己身体其实是最珍贵的东西，你要给你自己最好的，可能就是偶尔喝一点好的水，嗯，然后帮助你的身体可以有一个等于像营养品这样。然后当你感受到喝水的好处，像我是完全感受到喝水的好处，我就会觉得欲罢不能。嗯、我从德国在那时候在德国读书嘛，就会觉得说哇，好想要，就是去了难得要吃美食啊，对不对？然后学校也喂养得很好，每天下课都有好棒三明治。可是我就是因为每天就因为我只能喝水，我没有别的肚子再喝下别的东西了。嗯，然后我就发现，哎，过两个礼拜，我虽然体重没有减轻，可是我裤子松了耶，大腿松了耶。哦，我就觉得哇，原来水肿跟水喝太少有关系。对，嗯，水肿反而不是水喝多，是水喝少。对对对，因为你的身体会一直告诉你说，哦，我处于这个就是水不够的状态，我要多留一点水在身体里。所以当你水喝够了，你就发现，哎，好像也水肿就会减轻。而且喝水会饱吗？喝水会饱，所以对那个像我如果想要就是控制一下饮食的话，我大概就会选择餐前喝一点气泡水，增加一点点饱足感。哦，对，餐前喝气泡水就会稍微增加一点饱足感。然后看看能不能少吃一点气泡水。我要避免，我才能吃多一点。有那个二氧化碳，它可以增加你那个代谢速度。而且你看，你书里面还有写德国医师处方签里面都会注明你要喝什么矿泉水。对对对对对，在德国好有趣哦。品水师还有一个很重要工作是，他们都有那种就是 liquor store， 就是专门在卖水啊，嗯，酒类的这个，嗯。那品水师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你要驻店，嗯。那大家会拿医生的处方签来，然后就品水师请你就是指导我。我医生规定我要喝这个水，可能修复我的肌肉、修复我的关节，是可以有些高矿物质的矿泉水是可以做到，嗯。那我们就要教他说：“哎，你拿到这处方签，你要怎么喝？一天喝几次？怎么喝？因为那种水通常矿物质很高，会很难喝。对，大家会以为水坏掉，把它当药喝，对对。所以其实我常常讲，那他为什么不能直接开个药给你？”他觉得喝水天然，因为这里面都是矿泉水，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嗯嗯，所以像你同样喝高矿物质、高钙含量的矿泉水，会比说吃有一些就是说化学成分的一些钙来的好，因为它的吸收率也比较好，嗯，然后只是天然的，嗯嗯，那所以如果是这样，能选择天然的当然是最好，对身体没负担，啊，那。我们说矿物、嗯、那个什么矿泉水当然是后来我们就喝到的，以前我们能够喝的还有什么蒸馏水啦，过滤水啦，过滤水就是我们 每一家都会装的嘛，对 对过滤机，那种蒸馏水或类似诉求是纯水的，对，那是因为以前台湾比较常听到蒸馏水是因为说怕水不干净，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喝水而带造成肾脏不好的人也蛮多的，对，洗肾的人，对，可能那时候是好包含就是蛮复杂，还有重金属农药这些东西，所以它不是单一的问题，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吧，我一劳永逸，我就是什么都不要有，但是它就是没办法，所以过滤水里面什么都没有，过滤水有，现在会保留一些矿物质，嗯，但是那个蒸馏水就没有，嗯，可是你说它完全的不好也不是，因为有一些肾脏负担就是不能那么大，肾脏病病人、老人、小孩，他们其实就是需要低矿物质的矿泉水或是蒸馏水，嗯，对对对，过滤到没有负担，嗯，对啊，
所以那个也是有它存在的必要。然后那个喝起来就是跟那个没味道的差不多，它会很甜，它会回甘，哦，甜的，对，它会回甘。然后但是人家就会说，哎，怎么会越喝越渴？因为那个甜味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就是干这样子。它为什么会有甜味？因为它没有矿物质，没有矿物质的表现在水里面，它就是会有一点点甜味。但是甜味也有可能是，比如说美，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甜味。嗯，哇，好有趣哦，还蛮好玩的。那它对身体没有负担，可是也没有什么好处。对，所以说你喝多了，可能它就是会只是加速你身体的一些电解质的流失。所以就是说啊，还是会希望说你能再补充一点矿泉水，然后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哦，所以水其实是需要矿物质的，人体啊，对啊，需要才能合成很多的酵素，就是都是靠矿物质。矿物质不能靠食物摄取吗？矿物质比较难，也是有，是靠水。对，一般我们食物摄取的是维生素。当然你说也有啊，像牛奶啊、小鱼啊，也有钙啊，也有矿物质，盐啊也是我们平常吃的啊。是是是，对，但是有一些什么钾也可以啦，在食物里相较，但是都没有比水来的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嗯嗯，水的学问真的很多，欸，所以我就觉得常常有人说啊，老师买一罐这个国外矿泉水真的，欸，价格也蛮高的。我说其实也不会啊，跟你一杯手摇饮其实也价格差不多，但是你喝到是对你身体的补品，对，是健康，对身体好一点。其实我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人体就是70%的水，30%的物质，但是那个物质呢，就是靠我们吃了什么到身体里面。对对对对，然后消化吸收的怎么样啊？对。其实我们就是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啊，我们跟地球也是70%是水。对，所以我们很神，对对对，真的很神奇，对，嗯，很神奇。所以你看海洋如果受到污染就会有多么严重，然后终于有品水师这样的行业，然后来告诉我们水的学问。你现在的敏感度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点点的不对你都喝得出来？一点的，我尽量在大部分的时候我就关机就下班，告诉我自己下班，这样可以这样吗？对啊，就不要那么这么。可是你的味蕾已经受过训练了。哦，会啦，我大概会去，譬如说上次我去大餐厅，然后我也是，他们也都会给一般的正水嘛。如果你还没点，他就给你一喝就，就哦，人家滤芯不行这样。我也会就是知道，然后就会发一下简讯，直接帮他评。就某家餐厅中庭餐厅不能喝水，这样。哦，哪一家滤芯我也喝得出。哦，你是喝得出厂牌的滤芯？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就是，你喝得出他已经放几个月了吗？哦，我喝得出来，他的经纪人说喝得出来，他喝得出来。对对对，连我的小孩已经被我训练到，他就回来跟他妹妹说：“哎，我跟你说，五楼第三个饮水机不能喝，你要装水去楼下第二个。”这样。我小孩，好厉害哦。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如果你常喝，你就会喝得出来水有没有味道。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多过于喝什么好水，我觉得什么要怎么样避免喝到不好的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常常我觉得一定要常常注意说它的标签啊，或是说它的瓶身有没有被改变啊。有时候打开你以为这个矿泉水只是难喝，但其实它可能真的是坏掉了。我在台湾有买过，对。哎呀，水为什么会坏掉？放在后车厢太久，有可能，或者说，譬如说，它是运送的途中有曝晒，或是碰撞，它的瓶身有就是有化学物质有释放到，哦，就坏掉了。甚至说，现在有一些瓶装，它是就是环保材质，那它可能很容易很接近它快要过期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有一点分解，所以。打开闻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品水师，然后后来重点就是送礼都送水的这件事，我觉得好有趣哦。我下次换一下别的。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会很高兴，因为就觉得哎，平常都乱喝，然后终于能喝到好水。那你现在的你能随便喝水吗？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可以。我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他们就会。我都挑他们的，你就都喝，對對對，我就都喝，因为你不会卡住。做品水师常常问我们说，做品水师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特质？叫很有好奇心哦。对，你要勇于尝试，就是可能你今天拿到这个，真的因为很多我们试好多种不同奇怪的水，那你就是要试试看它到底什么口味，而且你真的只能用嘴巴试。
对，那我就有一阵子我也会觉得有点困扰，觉得说啊，我都用我的身体在过滤这件事情。哇塞，你这样讲，我们就不能随便乱喝那个乱七八糟的水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过滤它。对对，但是能选尽量选，但是我觉得有喝，譬如说啊，你今天你拿到一瓶水，那但是你今天都没有进水啊，然后身体没达标，那当然就先喝呀。对啊，那你喝过最贵的水是什么？我喝过最贵的水是一个冰山的，也是欧洲大陆的，欧洲的。然后它哦，它是那个它现在台湾没有卖，它直接从用一个冰柱，然后从那个格陵兰岛的冰山这样捅进去，然后拿出来，好酷。然后拿出来还是个冰柱，十万年，对，冰柱，然后溶解，然后简单的过滤，对。哦，这是听起来真的很酷，对，很贵哦。很贵。主要其实水的价格不代表，我觉得跟品质没有完全的连接，很多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或是说限量开采。因为水资源就是有比如说法国政府，一般你喝到的水，它都是限定你每年只能采这么多。对，像我常给老师的这一瓶，对，它也是一年只采1000万瓶，那你觉得哦，1000万好多？都不，一般的你常看到的水都是几亿瓶的在制造，所以1000万真的很少。对，所以它算是很限量、稀有。我家有好几箱都是你送的，我希望你是我好朋友，你要多喝水，要健康。是的，是的，是的。那你那个贵有多贵啊？哦，那个一瓶吗？一瓶600块台币1公升，对。啊，你送我的这个，我送你那个，你说另外那个啊？另外那个冰川的，那个可能3000多，3-4000块一瓶公升，对，但是它可能就更少，因为它的所耗费的人工，跟它可能只有每年只有哪几个月它才能去采，因为那边就冰天雪地。你喝了感觉如何？好喝吗？就是纯净的水，纯净有岁月的味道。一想到那个冰已经3000岁月的味道，对，3000年了，的确是很有意思，就觉得啊，真的蛮特别的，就是一个体验。是一个体验。那你们喝过最怪的水？最怪的水，最怪的水，我觉得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各种考验呢。因为他为了上你们教你们也要收集很多教材，对，然后他有一种就是调味的东西，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喝起来有点的味道，这个喝起来有图书馆味道。图书馆是什么东西？旧书味。他说水有可能会出现这些味道，你们都要了解。对，然后但腐烂的味道。对，然后所以瓶水是非常挑战，要有颗好奇心。对，那个蛋腐烂掉的味道，就是那个蛋味。对，但是真的我在台湾我碰过，真的有这样的水。对对对，它就是它的水管被细菌感染，就是你滤芯要是很久不换，或者是你家里水龙头没有就是清洁的时候除垢，你那个水闻起来它就有那个蛋味。对，所以我才觉得哇，真的还好有懂这些。对，那一般人就不喝就算了。不对，但是我们要考瓶水师执照，就是都要去喝，所以我们每个同学下课，我有张照片，就每个同学捏鼻子，然后要喝那个水，然后下课大家就不断的一直去喝那个，就各种五味杂陈，五味杂陈。好，那你的小孩子现在也都跟你一样，很知道怎么瓶水了。对，他们也跟我一样热衷于喝水这件事，很棒哎。对，就会喝比较多哈。会，而且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回来都会跟我报告，妈妈，我今天这个有灌2瓶，哇，或3瓶，我说我们可以这样。你有规定吗？有啊，因为会测量他们大概要喝多少，因为小朋友的营养素，我们吃进去的都是要靠水来代谢啊，所以说你要输送营养素到他的身体里面，他才会长高长壮，然后他身体不要的废物也要靠水代谢出来，对。各位好奇吗？就是 Jessica 是什么星座、什么宫位呢？来，我们要来揭晓了哦。Jessica 是牡羊座，热情的牡羊座，而且以宫位来说 ，Jessica 有4颗星在九宫，是标准的九宫人。九宫人，所以刚刚才会说，求学我就在国外念书啊。然后我本来想问的是，
品水师的课程。对，因为讲可是其实你是几岁就出去啊？我14岁就出国，就去澳洲。先去澳洲2年，然后又去加拿大，然后大学毕业回来。大学毕业才回来。对。哇，你那个九宫很强，就是这个样子。对，然后你是小留学生等于是是是，对，有人陪你去吗？我妈陪我去机，就把我放在澳洲，她就回去。我的妈呀！所以你要很独立。不过那是我从小就独立了，而且那是我想要的啊，对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你是你要求的，对对、哦。所以我去上品水课也是我想要，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好想要，因为跟我小时候对水的那个连结我觉得好深哦，所以我到了那么大，我都有孩子了，我还想说，哇，这件事是我从来没碰过，我这么想做事，跟我以前想出国留学一样，所以我就那时候请教了我的好朋友，朋友就说、去，而且 Jessica 的九宫强的这件事，就会让他所谓的有理念，哎、并且你的三宫也有木土星，所以你三九宫。加起来6颗星哎、欸，10颗有6颗在教育系统，所以你开课啦。好好，你最终是要开课的。之后对对，因为我老师说我有理念这件事情，所以还有就是说，像我回来，大家就问我说：“哎、欸，你做品水是在做什么？”我其实真的觉得我们台湾人有这么好的水资源，真的好珍贵。然后我就好想要让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你身边这个水，你重视它。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取来很容易。对，所以你就会忽略它的存在。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我好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喝水对你的身体跟生活的品质会有多大帮助。所以之后就是要推出自己的，就是跟生活有关的品水课程。我要问你一个题外话。嗯，你知道有一些寺庙会有大杯水哦，比如说就摆在佛前。怎么样？怎么样？对 对，我忘记了，是摆个几天还是如何？就是诵经这样子。哎，对对对对对，那个会改变你有尝过味道吗？有 before and after 的经验吗？我觉得味道不会改变，嗯、但水是会承载能量跟记忆的。嗯，对。我告诉你哦 ，Jessica 有一点通灵体质，所以你好好的跟你的水就是。嗯就是相处，然后他会给你很好的反馈。对，你的意思是说喝之前要跟他说话吗？那就看心情啊，看心情。就是我会觉得我每次喝每一个水，我都会觉得哇，我真的很觉得很幸福，很珍惜我们有这样子的方便。嗯、所以如果那个水你知道他有经过诵经啊什么的，哦、我就多拿2瓶。会哈，会啊，会哈，会啊，会啊，你喝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受到祝福哈。会觉得，然后会真的，其实它这能量真的有差别，嗯，有差别。老师应该也可以感觉得到吧，嗯，对啊。然后我还拿过发财水哦，发财水，银行，好像听说那个那些水那一批水会放在金库里，对对对，然后之后再送给他们的客户。对，然后你要，其实我觉得怎么用真的很重要，就是那发财水要怎么用？还是摆了什么时候摆，然后什么时候还是要把它喝掉啊？我觉得喝掉。老外来这一套吗？你有没有？老外没有、欸。你有没有把跟你的德国老师说？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大杯水跟发财水？他应该会觉得很惊艳，我觉得超乎。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可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哇，师傅你领进。门啊、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好多东西可以探索，在太有趣了。可以回馈你的德国老师，跟他讲台湾很厉害，有机会，有机会。那老外喝台湾的水是什么感觉？老外喝台湾的水，有的就会觉得说像他们就会说太甜啊，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像这种咸咸的，就是不甜 的, 稠稠的。然后像你说觉得有口味的，嗯，对，那他们就会觉得。嗯，喝不习惯，但可以，就喝酒就习惯，喝酒就习惯了。不会啦，甜甜的谁都不排斥吧？嗯，对啊，大部分对不对？就小朋友都会喜欢，就是对、哦。然后来推荐几个我们在超商比较容易买到的哦。的水 好不好？给大家，大家你可以喝喝看，搞不好这几个口味就跳出来了。台湾有几支就是也是天然的矿泉水，比如说月氏，我们常知道的，嗯，它就是天然矿泉水，嗯，然后还有就是金车宜兰的那个水源，哦、我觉得也是蛮好喝的。Okay、然后还有就是水世纪，嗯，这是一支我一直觉得说哇。台湾竟然就有个消费剂，就是细含量还蛮高的一支矿泉水、嗯，口感又好、嗯，然后重点是它又是用物理
的过滤方式，就是它没有就是很天然的过滤方式来过滤、嗯、所以我喝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们台湾真的是卧虎藏龙、欸、嗯嗯对啊，好好好，这有这么几个品牌，下次再多给我们几支。好好好，没有问题，让我们可以多一点选择。好好好好好，来喝喝看，来喝喝看。对，然后你会有期待大家尽量买大瓶一点，还是中瓶一点的？中瓶一点的啦，吼、哦。我觉得就看你要干嘛。太小瓶的话，我觉得太不环保。对，也是看你习惯、嗯、要是如果说以我今天出去但是我要有补充到水分的话、嗯、我还是觉得就是刚入门款鼓励大家不要那么大压力、嗯、但是如果你是今天你知道喝水量多少那再加精量，就是我家里也装过滤水、嗯、因为过滤器，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家庭最常用的，煮饭喝汤，然后小朋友带出去上学的第一壶，嗯，对，嗯嗯，那再来才考虑瓶装水。对，那大家对瓶装水也有个迷思，就觉得说啊，我很不环保，就常常在这样挣扎。但是其实我们台湾是回收做很好的国家。嗯，对 ，OK， 对，只要你做好回收，其实都很棒。啊、被你这样讲就释放了。对，因为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要不要买？好好，我又想要环保。嗯，对。好，最后再问瓶水是一个问题：做瓶水是对外形有要求吗？你长得也太漂亮了吧，你这样子会让人家误会、欸、我是近朱者赤，因为我的身边漂亮朋友别这么说，真的，你根本你要走演艺圈吧，你我没有啦，没有啦，我只不过拍有拍广告，但是你有拍广告对对 对, 對好像有一支广告是什么瓶水师、咖啡师跟品酒师，对，那个是油的广告哦，對對對，就是诉求你们的专业，诉求我们的味蕾跟品味、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帮一个那个就是滤水壶，就是做的广告、嗯、OK OK， 对，那就真的是专业的，就是水的过滤 OK， 对，好，有了瓶水师的推荐，我跟你讲那个水喝起来都不一样，我你跟我推荐的那几支后，我后来喝一喝，哎、欸，真的就觉得他们跟平常我喝的水不一样了，对，安心很多，真的鼓励大家探索啦，就是去喝喝看，哎、嗯欸，真的其实喝水没有这么难，然后你说要看成分表，对，你觉得谁会看得懂？我们一般人要看哪里？欢迎加入我的生活拼水课。OK OK， 哦、oh, ，对，请期待。So ga， 然后去了解，你如果要用水来配菜，对，吃什么菜的时候配什么，有加什么元素的，有什么元素的水，是这样子的课程。怎么样？就是喝起来是我身体需要的养分，嗯，对，然后怎么样让我的运动表现可以维持比较好健康，然后体力好。那市面上很多碱性离子水，它们对我们身体的差别是什么？哦，所谓的碱性离子水是什么？哦、对，碱性水就是顾名思义，它的水是碱性的嘛，在对，但是我们的人体它是pH 值是维持在 7.35 到 7.45 中间，所以这是碱性水。如果长期喝，其实到我们胃里面也是被胃酸综合掉。嗯，那碱性水的好处是说，它我可以综合胃酸嘛。那我胃酸过多人，我当我在用餐之前，我喝一点碱性水，它可以做到不要那么多胃酸，对，综合胃酸的作用。嗯嗯、OK， 就这样。对啊，你很难。那离子呢？离子啊，离子是来改变水质的方式。嗯，对，只是他说他在透过改变这个水质的酸碱值的时候，他也有时候会把那个水的分子变更小颗、哦，就喝起来会好入口。哦，对，分子小颗会好入口。嗯、对，碱、哦、性离子水大概就是这样。顺啊，那一般矿泉水不要摆超过多久？你觉得？我觉得一般的瓶装看塑胶瓶啊，现在如果说环保塑胶瓶的话，就一年内；但是一般玻璃瓶装的话，大概可以放两年。OK， 玻璃瓶放两年，那个塑胶瓶的话瓶大概一年左右，就尽量尽快。我还是觉得水放久，新鲜跟不新鲜是喝起来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趁新鲜把它喝掉。那我们水如果放在车子里，对，第二天就不能喝了吧？其实我不建议水放在车子里面，因为车子温度很高，嗯，所以它很容易造成质变。OK。冰水有差吗？冰水有差，哦、冰水啊、嗯，冰水没有差、啊，对啊，因为大部分这种就是说啊，对体质有没有什么影响、嗯？那我是
当然不建议说一早起来就喝冰水，嗯，对。但是像我们品水师那时候在试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是设定在大概10到12度左右，因为水的就稍微微冰哦，因为它才不会改变矿物质的味道。嗯，有时候加热以后，水的矿物质味道会很重。OK， 嗯，所以像12度左右是最好的。对，就是差不多它矿物质味道就是比较中立。所以像你像这种矿物质水味道比较重，我就冰一下喝，它就味道不会那么重。嗯，我也觉得，我觉得冰仿佛本身就是一个味道。它是一个刺激嘛。嗯，然后也会让我们只记得那个刺激，就忘记它的味道。不会这样，不会不会，会越喝越冰越好喝。哦，我觉得这一集资讯量真的是满满，如果各位可以耐下性子来听的话，你才会开始重视水这件事。对，我希望大家都就是重视我每天要喝的水啊。对，嗯，然后也真的有品这件事。对啊，这样就是真的要去分析出里面的含量，然后以及现在大家吃饭也都吃得越来越刁了，对不对？对。那什么料理配什么水，然后能不能改变你的味蕾？哇，蛮好玩的，学问很多的。对，是个科学。是个科学来着。那个品水执照现在还有很多人去考吗？现在 每年批量生产几个？15个。15个，对。但是从我后面就 COVID 到现在才开放，就空 了，又停了好几年。对。哦 ，so good， 所以每年就会有15个品水师产生出来。对，我们在德国就是15个，然后就是世界各地的朋友去报名，我同学说那我很幸运，他说哇，你一次都报上了，他报了好几次，因为我们学校很重视就是多元，就是说我们可能同学有厨师，然后有调酒师，可能有地质学家，然后可能有水厂老板，然后我是刚好是我以前的经历是比较偏行销相关，所以就刚好就可以补上。对，他们在选学生的时候也需要你的资历，对，他有这种。对，那你年龄层呢？年龄层，年龄层从大概30几岁比较多，20、30岁，快30到大概50几岁都有。哦，对，我现在水厂，我同学是水厂老板，他都自己来上。有喝错水这种东西吗？有啊，有啊，我在德国就喝错水。喝错什么部分？它不是水。其实德国不是每一个房子都可以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水。然后我那时候我一个同学还带了过滤器去试，但是我那天下午就喝，因为我每天作息差不多在那里上课，我就觉得为什么那一天就特别想睡觉，然后就昏沉。然后因为我那天就是只有喝水龙头打开，我就是带回去，因为我们有时候下课会带矿泉水回家嘛。那喝完了以后我就想说那没关系，不要那么麻烦出去买了，就接来喝啊。就是人家都说欧洲的水都可以生饮嘛，传说是这样，就喝到就觉得精神不济耶。然后觉得好奇怪，这种晕就是头晕，是那种好像你被人家下药，就是很哇塞，脑子不清醒，混沌这样。那你在喝的时候，那个味道没有提醒你吗？我们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厉害。OK， 对，我那时候就以为是正常，就是可以喝，因为我们喝很多矿泉水嘛，就觉得啊，那可能矿物质成分也没有什么。然后，但是后来我才老师跟我讲说，那个是有重金属成分，所以你喝不出来，除非它铁锈味很重，对对对，或者但是一些奇怪的金属你是喝不出它那个味道，所以如果重金属太多就会昏昏沉沉。对，就会昏昏沉沉。然后就马上我就问了老师，问，因为我想说我什么都没有改变，就是只有水不一样。然后才会去问老师说，老师那是会喝不到，他说他这个不可以喝，你一定要喝矿泉水或者是说其他有过滤过的水。还有喝错水这种事情。对啊对啊，就是要小心。还有、就是、所以你就知道你的身体有没有人很适合重金属，但只有你不适合。没有啦，重金属就是不好，就是有重金属有规范说是不能喝的重金属啊。对啊对啊对啊，铁是可以喝的耶。老师、okay. 以前有一个像欧菲莎，它里面有很以前是含铁的，它的泉涌出来都是红色。但是铁他们就特别运到前线给罗马战士打仗喝，因为它铁可以帮助修复。对，所以他们还会特别去找这种
有铁的金属含量的。哇塞，但是以前的人就知道，以前人知道，因为发现喝起来有好啊，有疗效、哦、那后来发现说不行、嗯嗯嗯、然后喝错水这种就是说你如果肾脏不好，那你就不能喝盐分含量很高的水、嗯、所以也有可能会喝错，所以看要学会看水瓶的标签是很重要的事情、嗯嗯嗯嗯、那君姐，我们如果要找你要到哪里找你啊？欢迎到我的粉丝页陈君杰的水之旅。陈君杰的水之旅，对，哎，打水之旅你就会看到陈君杰。然后 有 Jessica 这几个字吗？没有，没有、欸、是我们叫你，我来加一下。有有有，IG 也有打 Jessica， 对，也会有搜寻。OK OK， 对，好。就可以到君杰这边去看到他分享水的资讯哈。那味蕾会因为我们的年纪而钝化掉吗？我觉得会耶，但是你如果既然你可以训练让它敏锐，那我觉得也是可以训练维持，对，可以维持或是训练。这种东西就是你不理它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的时候是一回事、嗯、你一旦打开你的认知，你开始去尝味道，还真的是千滋百味，你的味蕾就打开了。对，就是打开你的感官，就会感受很多有趣的东西、嗯、你看这是不是很水星金牛呢？水星金牛我们就挑了一个最难品的叫做水的品水师来到我们现场。谢谢君杰。谢谢陈君杰，对，他是我的好朋友。哎呦，他是我的好朋友、哎、对, 对，好，然后推荐给大家。那各位对水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回馈给我，好不好？或去买君杰的这一本最高喝水法，应该网络上还买得到。这出一年多了吧？一年多，一年多哈。时报老师的福，还对对对，还蛮受欢迎的，真的哈、哦。对对对，还不错。对啊，各位如果对喝水有任何的想知道的，这本书里面都有。然后也谢谢谢谢你开课。好，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Jessica 是贵妇好吗？她根本不愁吃不愁穿，她根本不需要工作的这么辛苦，没有、啊、可是一个人有理念的话，哇，会成为推动的力量。谢谢老师，不客气，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真的是很棒的事情哦。那今天也不算九宫人的访问啦，好，所以这个宫位系列还会再继续，然后也谢谢大家，下次见咯，拜拜。祝大家喝水愉快，不要喝到吐哦。